王警官，你好，你好。哎，我说，要不再住两天再回去吧。 住什么住？这医院床位这么紧张，我身体什么情况我知道。一说话就跟吃枪药似的。别唠叨我了，赶紧打电话叫个车吧。那月月今天回来，你想她上这儿看我来啊？行行行，你的话就是红头文件，我给海洋打个电话。你给海洋打？要叫你叫萍萍来。你不舍得姑爷跑腿，倒舍得闺女跑腿啊？萍萍工作没日没夜的，谁也不叫来。 我不告诉萍萍是怕她唠叨，特意唠叨就烦人家海洋。行，谁也不叫，咱自己打车。干什么呢？毛毛躁躁的，烫屁股了？ 这什么东西啊？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癞蛤蟆上马路，跟我装小吉普呢？秦总，这个辖区的报警器，我包了。报警器？啊？哟，还真是好东西啊！哪弄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秦总，我给你说啊，这是我从……您是？哦，这是……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秦总，我爸。 哦，秦所长，哎呀，您好，您好，您好，鄙人张伯仲，我听说过您啊，伯仲集团的董事长。嗨，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名片啊，我呢，在本市做点小生意。秦所长，是这样，我呢这些天啊，一回家我就看彭浩在自己房间里边鼓的，啊，对，鼓的报警装置，我一问才知道。 原来啊，咱们辖区内的老人们需要安装一批报警装置，对对，遇到点小麻烦，我一直跟他说，我说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算事儿，这钱我出了啊，咱不能让老人们这有这个便利用不上，是不是，所长？哎，秦总，这回问题都解决了吧？啊，那这样，张先生，您先坐，好，给你爸倒点水。哎，好，谢谢谢谢。 阿明，到办公室来一趟，对，现在。这报警器都是你们公司？这个。秦所，找我。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呀，这不是安所长吗？我们又见面了。鄙人张伯仲。张董事长。啊，我就一片警，不是所长。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安警官。阿明。 这批报警装置啊，是张董赞助咱们辖区老人的，你代张董去办一下相关手续，好吧？行。张总，我代表咱们辖区的老人，感谢您。哎呀，秦所长，安警官，这你们就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跟我来。好。安警官，我听说你是我们家彭浩的师傅。 不瞒你说，我从小就想当警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都没当成，所以我让我们家小子当警察了。但是这小子没上进心，所以这事儿啊，还得请您多费心了。那是您不知道，小张警官啊，对社区的老人特别有爱心，这一次能够安装报警装置，他功不可没。难得有人这么欣赏这臭小子。再次感谢张董事长的赞助。
回头我们会把感谢信送到贵公司的。安警官，你就当这次我们回报警察公正断案，啊，还我们一个清白的一点小意思。这件事儿多亏了你们家的赵副局长，要不然啊，我们博正集团现在还在风口浪尖上呢。张董事长还真是生意人啊。我们公安办案呢，不讲究回报。如果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批装备我们就不要了。好，大林、大伟，把刚刚那批设备全部装车。哎，等等，安警官，哎呀，我错了。就算这次，我们回报社会，回报社会总行了吧？那我就代替社区老人们谢谢您了。哈哈，谢谢安警官啊。近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破获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的过程中，捣毁一处隐藏在本市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扣押手机150部、电脑62台、银行卡130张，涉案金额超过8000万元。此案正在进一步侦破中。赵海洋又出风头了啊！武清那边怎么样了？钱收了。事儿也办得很漂亮。陈庄那边呢？一切顺利，大型商业体资金马上就要到账了。对了，梁总，林灿那边好像又有窟窿了。这些窟窿就都是他挖的坑，咱们把这些坑填平了，就相当于给自己铺路。明白了。喂，我是鲁洪泉，哪位？喂，卢局长您好，我是赵月月。月月，有事吗？卢局长，我要报案。哟，怎么了？你们局里的赵海洋副局长和蓝郡所的民警安平已经连续半个月没回家了。阳台的花都快干死了，我还没成年呢。他们这样是不是应该算遗弃未成年人啊？是这样，你爸爸呢刚从我这开会走。啊，放心，伯伯一定好好批评他。咱们赶快回家。好的，谢谢卢局长，请转告赵海洋副局长，再这样下去就要收到法院的传票了。放心，我一定转告他。哎呦，这小姑娘这么厉害。赵副局，这个就注册好了、然后这下面都可以直接评论，然后回复的话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哦，直接回复这个。哟，卢局。卢局，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忙什么呢？啊，我让小李给我注册一个个人账号。不是你不回家，人家小李还得回家呢。小李，赶快回家，我跟赵副局长说两句话。好的，卢局。赵副局，我先走了。辛苦了。好。都什么情况啊？啊，个人注册账号几个意思啊？咱不有这个官方公众号吗？热度一直挺高的，你干嘛呀？想蹭热度啊？哎，卢局，我是觉得我们应该直面群众的舆论，官方网站不能回应的，我就通过个人账号来回应，要不然事实不知道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呀，这就是网络呀，它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有夸你的，那必然就有骂你的。所以我说呀，不要注册这个个人账号了。你不是给那些好事之徒留有口实吗？人家将来会把你当靶子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不信这些负面舆论啊，我掰不正他。你让宣传处去掰吧。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回家，你知道吗？你们家月月啊，把报警电话都打到我那儿去了啊。啊？说人家要到法院去告你，再不回家的话，人家就告你是遗弃未成年人，这事儿大了啊。月月这孩子，他是胡闹的。怎么叫胡闹啊？人家小小年纪就知道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就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行了，别废话，赶紧回家，别老婆孩子啊。行，我今晚一定回家。
怎么不上去啊？他怎么样？忙呗，一直在忙。我说你啊，应该跟他好好聊聊的。怎么聊啊？跟他说什么呀？艾子结了，你应该放下了，应该往前看。这案子真的结了，他能放下吗？我们能往前看吗？他可以理解的，他现在也是一个警察，他也是个儿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儿子。16年了，辉哥的事儿在咱们心里都蒙得灰了，我这说吹就吹散了。哎呀，你这车里要有根烟就好。答应过辉哥戒烟的。是啊，案子不破，永远不成。走了。伤，怎么手也在流血？赵海洋，还有眼啊！爸，爸，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放心吧，没事。那你跟我来吧。啊，哎，没事。这个受了点皮外伤，你们家老赵身手你还不知道吗？哎，月月，没事啊。哎，咱们到那边坐会儿啊。行。市局副局长赵海洋同志今晚突遭袭击，歹徒在逃，经市局专案研究，省厅批准，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全面搜捕行动，各大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针对过往车辆人员做全面排查。你好。我去一下卫生间。哦，你去吧。妈，你有那个吗？哪个？卫生巾。嗯，有。你不用这么紧张，之前我姥姥已经给我科普过了，我知道怎么处理。哦，哎，月月是不是有点太懂事了？其实一晃眼就长大了。孩子嘛，
是不会停止成长的，倒是咱们大人应该停下来多陪陪他们，要不然后悔的只是咱们。哎，医生，这个药没用，我眼睛还是疼得睁不开。来，你不能乱动啊，你越乱动这个药水越进不去，尽量把眼睛睁开。啊，哎，不行啊，我还是疼，疼得睁不开。你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给你进行冲洗啊。来，你把头抬起来，我给你吹吹吧。啊。哎，你是？行了，你去看看曹慧把这个握手就行了。不去，不合适。我听老张说人曹慧，啊不顾面子，当众跟你表达好感，你多少也得表示一下。我可听说了啊，人家妈妈把一直暗恋他的人都给召回来了。就想趁着曹慧生病对他展开攻势呢，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还是去一趟。王晨，你去哪儿啊？曹慧不是还没出院吗？来都来了，我让他去看看。去。谁？你还认识吗？当年东莞绑架案，她就是那个被绑架的小姑娘冰冰，都长那么大了，这要在马路上准认不出来。您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您的。可惜那方程走了，他要是见到你啊，一定也开心。哎，他眼睛怎么样了？啊，他眼睛没事了，我已经给他清洗过了。这个是眼药水，你回去睡前给他滴上几滴。好，谢谢啊。有空啊，来家里坐坐啊。那你赶紧回去吧，月月有点不舒服。哎，月月呢？她怎么了？哎呦，你小声点，赶紧回去吧。啊，走了。哎，走了。拜拜拜拜，谢谢。好好休息啊。哎，你不扶我一把，这眼睛还看不清呢。林医生，发什么愣呢？没事儿，刚刚那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个时候他为了救我，手就被砍伤了。现在看着他还在受伤，心里挺难受的。他流血，你为他包扎，这也算是报恩了。也是。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下去的，我非他不娶。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请你不要干涉好吗？我这里人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阿姨，曹慧儿，啊，堂客来了，我来看看慧儿。哎呦，这么好看的玫瑰，应该的。我这不少花钱吧？没事儿，只要慧没事儿，只要慧开心就好。怎么样？好点没？好多了。方程，方副局长，您怎么来了？你别动，你慢点。妈，这是我们市局的领导方副局长。哎呦，啊，你好，您就是方局长哈、啊，这花好好看啊。哦，这个是唐珂，我朋友。慧慧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朋友，啊。你好，方副局长。哎，你好。啊，我是代表单位啊，来看看曹慧同志，怎么样？尽快好起来啊！快好了。
好意思，我先出去接个电话。去吧，妈，你快把那椅子搬过来，让方副局长坐。没事，方局长，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聊。妈，你干嘛？你别管。妈，爸，今天是我不对，都怪我非要让爸回家。月月，爸爸今天受伤了，跟你没关系。月月，你妈说你不舒服，你怎么了？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懂，你对我的认知啊，得改一改了。你爸我好歹也是个警察呀。不知道，少说两句。局长，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家慧慧呢，单纯善良，在家呢也经常听到她呀念叨你。作为孩子的母亲，她的心思我都知道。但是，我是不希望慧慧找一个警察，我更不希望孩子离我太远。哎，我这个做母亲的是有点自私。但是，希望你能理解。阿姨啊，您啊想多了。这我这次来，我就是代表单位来看看曹伟同志，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啊，这个我这个人啊，对情感呢，这个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啊，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啊，谢谢你，来这儿看看曹慧啊。那我送送你。啊，没事，您留步吧。没事，走吧，走。谢谢啊。怪啊，他今天这么反常。我觉得我们这父母做得太不称职了。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很多事情不明白很正常，月月能体谅的。可那时候我妈也不是这样对我的呀，我什么都能依靠我妈，月月就只能靠自己。那你说怎么办？辞职？在家看着他。咱们家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你也别小看了月月的适应能力，咱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就行了。我给他送进去了。相信我，好不好？啊，您要不信的话，您打110可以核实。哎，好。不是，怎么就说不明白了呢？哎呦，我这是秀才遇上兵了，我这是。我真的是警察，什么？我是骗子？不是，这骗子都是让你打钱的。我这说了半天不打钱，怎么还听不明白？您就现在给您儿子打一个电话，你别让他转钱，啊！我就一条，别让转钱，只要你不转钱，你投诉我都行。哎，对了，大爷，哎呀，终于想明白了。好的，谢谢配合啊，谢谢李姐。范副局，检测到有一家基站短时间内向大量用户发送短信，有可能存在电信诈骗，立刻查出基站的位置。
是。我查到了。江海，立刻带着人去一趟。是。江海，情况怎么样？哎，方局，哎，真神了！哎，我们到了地方一看啊，真的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一共六个人，叫我们全给端了。太好了，哎，赶快把人带回来啊！全端了！我的妈，快疯了！方局，喂，哎呦，对了，听说您受伤了，你这……哎，我没事，小伤啊。我们已经派人全力寻找武清了，一有下落马上跟你汇报。哎，你怎么了？我受伤你那么高兴啊？不是，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我觉得这个反诈骗实验室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哎，就刚才啊，我在那帮忙的时候，就看见屏幕上有一个急速闪烁的红点，方副局就马上定位，让我带人过去。我去了一看，果然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呢，连一笔钱都没骗到，就被我们给端了。我看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哎，真不是，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啊，观念变了。你想啊，这六个人连一笔钱都没骗到，就被我们给抓了，这要放在以前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你可见科技和情报的重要性，又节省警力，又能防患于未然。真这么想？那当然了。好啊，你呢就在反诈实验室待着，明天给你下调。哎，不不，我不是。喂，卢局。海洋，你现在去市政府开个会。好。还坐着干嘛？去你的反诈实验室吧。哎，不是，我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啊。电信诈骗窝点涉枪，公安局副局长在自家楼下被袭。你们这是什么治安环境啊？啊，你们公安局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师傅，我不管啊。等蒋书记、宋市长他们从省里开会回来，这个事儿你跟他们解释。你伤怎么样了？啊，小伤。人呢？抓住没有？正在查呢。这小区的监控有些老化，影像有些模糊，不过我们基本确定了，行凶者就是天府花园的业主武清。他为什么要袭击你啊？啊，武清的老婆前段时间因为难产去世了，武清就报警，称他老婆的死是因为博众集团使用了劣质建材造成的。我们去天府花园调查了，博众集团使用的建材都是合格的，于是就结案了。武清对调查结果不满意，情绪有些激动，就产生了报复行为。这不是胡闹吗？公安办案能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吗？我跟你说啊，这种损害公安公信力的行为必须要严惩。来，你看看这个。蒋书记在省里开会，专门打电话来质问，武清实名举报公安局副局长赵海洋包庇博众集团。还有这个，张博众亲自为赵副局长的夫人输送礼。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啊！现在这个武清扬言要自杀，还写了遗书。蒋书记命令你们马上找到这个武清，平息风波，避免事态升级。还愣着干什么？去啊！知道。这个武清到底干什么的呀？我怎么知道？说
你把具体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去。是。这个人有什么反常的行为？这人我印象特别深刻，那胡子拉碴的像个吸毒的。我没有问你长相，我问这个人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这出格的事儿，给小费算吗？给了多少？给100多块钱呢。有什么消息吗？哎，赵同学啊，这五星家没人啊。啊，我听说他媳妇去世之后啊，他就再也没回来住过。武清确实是有轻生的举动，他的家庭关系你们调查了没有？他们不是本地人，在东州啊没有亲属。这夫妻俩啊，十几年前从乡下来东州做服装批发生意，为了赚钱啊，这些年都没回过老家。批发的地方你们找了没有？已经派人去过了，也没找到人。那就继续找。好嘞，好嘞。喂，小李啊，你马上用我们的官方网站转发武清的遗书并附文，请大家帮忙寻找武清，武家不能再有惨案了，市局将重启调查武清妻子死亡案件。官方发布消息，我需要打报告。我回来再给你补报告，服从命令。是。大家注意一下，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警官，您这是……啊，耽误几分钟啊！我是市公安局的赵海洋，想请大家帮个忙。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我想请你们帮忙转发我们市公安局网站的消息，寻找一个要自杀的人武清。谢谢大家了，赵副局长。我马上把这消息发到网吧老板群内，让他们全都发动人员转发。谢谢。请大家帮我寻找武清。请大家帮我寻找武清。早上，武清在我店买了4桶水，地址永顺路。上午这个人来过店里，买了攀岩绳，地址是天宁路43号。你说就那开发商，他要没点关系，你说能弄那么大的项目吗？不是官商勾结呀、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把你这个事儿呢，把他给怼到网上去。我呢这边呢再给你造造舆论，就是把这个事儿搞得越大，对你越好。喂，赵副局。蒋凯，武清自杀地点应该是在博众集团，马上派人过去，组织营救。是。博众集团，草菅人命，丧尽天良。那人不会要跳楼吧？别过了，再过来我跳下去了。好，我们不过去，你先别激动啊。叫张某忠过来，快点。这样，你先往前来一点，你那边太危险了。快点。听说他老婆外面有人呢，肚子里面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他每天都给他老婆吃特色餐，结果死掉了，一尸两命啊。武清雇人往博众集团装修材料里注射甲醛，已获得保险金。他这种行为非常可耻，他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渣女还是渣男？妇科广告哪家强？
太无耻了吧！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让你雇水军声讨武清的？董事长，不是您说要加大宣传力度吗？我让你宣传我们企业的诚信，谁让你将矛头指向他了？现在人就在楼上，一棍跳下来挂在窗外，你收拾这个结局啊？不是，董事长，您息怒，我是真不知道这武清他是个不要命的主啊！他进来。董事长，武清要求见您。你看看，你看看，我告诉你，你把这件事情好好给我处理了，要不然走人。天凉了，武清就在上面，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要求见张伯仲。这楼顶还有大量的汽油，非常的危险。卢局，能不能让我上去跟武清谈谈？武清的遗书里直指你办案不公，如果他出现什么情况的话，问题将十分严重。我知道，但是现在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武清的心态了。这个案子你们已经查明了，这是武清自己家的悲剧，不能让我们企业背黑锅吧？先不说这些，人命要紧。一会儿见到武清，不管他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下来。可是万一……没有万一。你下来啊！别动！让他们其他人退后，你们两个过来。我们退后。武清，你先冷静。我把张伯仲带上来了，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我有什么要求？我让他死。武清，我答应你，重新调查你妻子的死因。我已经发布消息告诉大家了，你要相信我。少废话！你们警察说的话，我再也不信了。武清，你不就是觉得伯仲集团有问题吗？我一定会替你们一家伸冤的。你已经习过一次警了。不要再错下去了。是啊，我告诉你，那是你命好，今天你们两个给陪着我一起死。你们两个往前，往前。你敢再往前一步，我就跳下去。好，武清，我跟你一起跳。我要是跟你一起跳啊，还能算是个英雄。但跳之前，你得告诉我，你凭什么说你妻子的死是伯仲集团造成的？我老婆身体一向很好，自从叛进天府花园，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难道是巧合？武清，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我们破案是要有证据的。要什么证据？证据可以伪造，我经历的才是事实。你的意思是，伯仲集团有意篡改检测数据？你们警察数据还没公布，他们怎么知道的啊？他们还雇媒体大肆宣扬，还在网上雇水军，说我骗保，说我敲诈开发商。他们要不做贼心虚的话，真是这样吗？宣传啊，只是为了平息舆论的压力。至于在网络上有人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确实不是我。你少他妈跟我废话！少说两句。武清啊，这么高的楼跳下去，你想过结果吗？你少唬我！我老婆、我孩子都死了，我怕什么？啊，我害怕什么？住手！啊！
闪耀，绽放绚烂的美妙，穿越无数光年，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被看到。一个梦不惧嘲笑，只要放肆的燃烧，朝着希望奔跑，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梦闪耀。不止一次跌倒，已经分享，紧握初心就好。明日破晓，伤痛止不了。